喂了。我不相信，这个地方不会掉吗？没有，我是怕钩子钩不断。钩上了。今天多看一会儿月月，势必要拿到那杯奶茶。我不相信。真的，他觉得这个竹竿好吃。你看，是竹竿。我们两个都输了。没有，可以一个先来后到嘛。啊！不要吃，不要吃，不要吃月月。拿着，给我。放下去。哎。主手也没吃好，现在没吃，还不知道胜负是谁。我觉得这个龙还是赢家。爷爷，爷爷还跟龙龙没完呢，你手下留情，口下留情。我觉得他说不可能留情。我刚刚早知道我买个笼子了，不买主手。哎呦，不好吃的月，他有什么那么好吃？吃你的胡萝卜，快点吃胡萝卜，快点吃胡萝卜，啊啊！吃胡萝卜，还有个胡萝卜，呜、哦！今天没有做下午茶，就拿鸡笼给他玩一下，就拿鸡笼给他玩一下。倒出来，月月，倒一个，不要不要抽他了，月月，香姐的心要碎了，不要再抽了。我，喂，喂，喂，你一边用手拔着，一边用水用走。喂，没掉了。不是不是，为什么要这样，月月？我把他阻止了吧。你阻止不了他了。可以。他手抓着呢。哦，所以你勾得过来。他抓着你勾不着，你得等他撒手。等他撒手，你这笼子估计废一半。可以给龙龙玩嘛。哎呀呀哎呀呀呀呀！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哎呀哎呀！钻进去了。但是胡萝卜没拿出来。很舒服吗，月？因为在挠头，挠头。搓澡是这样搓的吗？搓澡，吃的都掉出去了。但是不是吃，但是是搓澡。他在玩。哎，其他熊猫没有这样玩过。没有，喜欢那个味道可能。咦，我的东西呢？为什么空了呢？笼子，笼怎么空了呢？他看了一尊。看看你的屁股，月月。对，笋和胡小姐都掉到后面去了。哦、呀呀呀呀！还塞不进去。你的东西呢？他不相信，他不相信笼子里的东西凭空消失。扔了吧，没啥好玩的。扔了吧，扔了吧。你的胡萝卜在边边上，快点。扔了吧，扔了吧，快点。扔了。你的屁股手后面，你真的了？你的手后面，手后面，月月，手后面，月月，对呀、啊，手后面，对，找一下，哎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这样？月月，快吃一口胡萝卜，一口就可以了，真的。啊！你说半个苹果给了我，还有半个苹果去哪了？还有半个苹果不见了，吃完胡萝卜才有。你吃个胡萝卜，你到底胡萝卜跟竹笋吃哪一个哦？哦，找到了，来了，你给你们决胜负的时候到了，来咬一口啊，月月。还有一个，没，还有一块。不，我不干。还有一块胡萝卜，快救一下演员哦！对，你要不把他救出来，一会儿他下沟里。没事，他下不完。圆通，你的笼子偷东西了，月月。偷东西了，月月。上手了啦！哎哎、
我不是给你玩的，我是给你看一下。还想逗我？我都说你快点给他捞走。我拿走。捞不走了，现在。哎，我不是给你玩，给你看一下的。收回来吧，收杆子，收杆子。他拿不到了，他抓着呢。没事，我怕杆子被他抓坏了。所以你别省，你等他放下。丢了吧，又要用，没啥好玩，不烂。扔掉。我有个苹果给你吃。把它扔掉。有个苹果给你吃。你试一下。苹果是假的，月月说都是假的。给他了呀，给他了，鞋吃了人吃，这是龙吃啊，龙吃。给一小块胡萝卜，还有胡萝卜，给他一小块胡萝卜放旁边，他应该就吃。哎，走了。你还是觉得是胡萝卜？懂了，我懂。不是，你给个东西吸引他注意力，要不然你怎么拿出来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是赢了，你那杯奶茶你就跑不了。我会拿视频。最后面还有一根胡萝卜，扔了吧，月月，扔了吧，月月，放下吧，月月，放下笼子，立地成佛。切那么大块呢，我给你切个小块，掰掰掰一块，丢边边上。月月，嘿。放下吧。干嘛？停在肯定在玩。快点的，去看你弟弟的。啊，我给他一个小苹果。不用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放下吧，快点，放下了，放下了。我们去找胡萝卜，找萝卜玩。都给他丢一边去，好，给他丢一边去。可以的了，可以的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，这样。够吧，够吧，你把它。哎，还是吃胡萝卜，那你还是你赢了。哎。没吃。不吃吗？只要吃苹果。他都不吃，没有奶茶了。你们两个没人赢吗？输了，都输了。吃完这个苹果，我们就去看艇仔了，看看他在外面浪啥，谁赢了，双赢好吧，双赢。都不用请客，自己请自己。再不吃一口吗？我还是抱有一点希望的，月月。哎，拜拜。